这是你的1000块钱，有十分钱不要放我书包了，卖丢了你又赖我。我这不是怕妈妈发现吗？哎，这钱不对呀，1000块怎么剩900了？你会不会数的呀？你数学语文老师教的吧？这是我当着你面数的，我还能骗你呀？如果我数出来是1000块怎么办？你要是能数出来是1000块，我就分你100呀。好啊，先把书拿过去。这里200，这里放300、400、500、600、700，再加上这300，这里多少钱？1000。那这100就归我了，先把书拿过来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还不信你了，拿过来，我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不还是900块吗？这里还有100呀，你刚给我的，没有加进去，我再帮你数数。